期限，我用力用力突破几个极限，过去的经验我总会突破的极限，我的还是没有改变。如果时间会定格，我的轨迹会不会失责？如果我现在写个现在状，我悠然自得，我的揣测贯穿着我的忐忑，当我再次出现在你眼前，希望你拥有所有的。如果可以，请你等我，轻轻请你等我，放慢你的步调，请你等我，轻轻请你等我。我给我的未来重新规划，比较外光芒，我靠腰子在上高，但放下我的身价，希望这首歌的实体人数增加，不管增加我的想法，在崩塌的世界重新拼凑，并购并不能够让我拥有不足一个优秀，这个假期太稳定的现实和梦想都多久，一切都推丢出行，我告诉自己别忘初心，别忘了我在腾讯视频还有两秒钟的处境，我的处境好像也都变了，这个世界也都变了，我自己呢变得不一样的，那我告诉你我是怎么活着。我开始在家里工作，帮我爸爸成双落，我内心叫做凌晨五点起床，看着日月交错。我开始学会用枪用枪，那一刻的我真的太过平凡平淡，整个世界都是悲惨，我仿佛被自己给背叛。你要变得光为何变得暗淡，暗淡的在阳光下不知名字，平淡的皮肤也都不在，我不再年轻，我明白我的脾气变得不能理智。我想我应该是疯了，是我对我是说的。哦，如果你还记得我，现在有你的如果你还记得我，当我感觉你在时刻，如果可以，请你等我，请你等我，放慢你的步调，请你等我，请你等我。想我应该是疯了。OK， 谢谢你们。